一个星期之后，要召开一场顶尖级别的推手大会，到时候有一个人必须要出现。梅道演，没错，你要做到的是，把这个请柬交给他。就我而言，梅道演确实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对手，我倒是期盼他出山。你明明就知道梅恒生前最喜欢推手。 你办这么一个推手大会，你知不知道对梅先生的伤害有多大？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，如果和明德的命运相比起来，哪个伤害会更大？你这等于是在揭梅先生的伤疤，你知道吗？一凡，当决定让柳青阳去找梅先生的时候，这个伤害就已经造成了。现在我已经没有退路，这是我的决定。你别害怕，我不是坏人。梅道远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柳青阳。你找我干什么？一个叫刘念的，让我请你去代表明德集团参加什么什么手大会。他们说，只要我请你去，你不会不来的。他会来吗？ 不清楚。如果他不来呢？再等等。没有事情要我做啊，不管。 诸位，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久等了，抱歉啊，请诸位大师就坐，谢谢。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。众所周知，推手作为太极拳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不论是从影视作品上，还是从渊源流传上。 大家都很了解的，而且推手这个词呢，来不来我不敢保证啊。好比说，商业推手。那不来的话，你也得象征性给点吧。股市推手等等。但是你知不知道我翻墙进岛人家，我这算私闯民宅。你有完没完？它还体现了一种思想，一种精神。我们真的要不是缺钱，我柳强管你要钱。
Lein?结果，倒是您清静了。尘世之间，哪里有清静？诸位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为今天大会请来的重要嘉宾，同时他也是我的。在下梅道远，向诸位请教。辛苦您了，梅先生。梅先生，请。周师傅。梅先生，托您的福啊，今天这个推手大会办得很成功，真是没想到，短短几年您这推手的造诣，这话，啊，我觉得这幅画比之前那幅更适合这里。没看懂。没关系，您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可以把之前那幅……不用，刘念，现在你才是这里的主人。跟您开门见山的说，这次把您请回来，我是有事求您。
说吧，关于明德的未来，是关于尚家集团吧？没错，我和老李他们起了正面冲突。可这些年，我不想再参与地产界的事情。梅先生，明德是您一手创办的。 秦阳，哟，开完会了，是不是要跟我结账了？你给我上来一趟。得嘞，我就说你们大公司讲信用。这样啊，我这呢，微信、网银、支付宝各种支付方式供您选择。你快点吧，上楼。好嘞，哎，实在不行支票也行，或者现金，大不了自己回去取，好吧？小心点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 刘总，刘青阳到了，你们聊吧。你们谁结账？好啊，既然人来了，我可以考虑你们的要求，就一个条件。 您说，一个月以后，我要和他打一趟推手。只要他能在我面前过上10招，我就同意再次出山。没问题。还有一点，他的推手必须由陈一凡来教。梅先生，一个月后见。 这事没完了，一凡，辛苦你了。我会教他的。刘总，这可就不关我的事儿了。不是我不学，是人家陈总根本就不肯教我。什么这手那手，我根本就不会。你赶紧把账给我结。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。 喂，咱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是你当初答应我说把老头请过来之后，我的任务就算完成的呀。学会推手价钱翻倍，不是你？那我可以试试。那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咱俩可都是大老爷们儿，说话得算数。一言为定。双妹。 难为刘念了，妙啊，妙！谁还能想到有这么一招后手？哼，你还别说，我现在还真愈发喜欢刘念这小子了。你说，梅道远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就凭长相，像他的儿子。 就能让咱重新出山？我看呐，梅道远是对这当年的基业没死心吧？姓柳这小子只是个由头。刘念
舍不得明德，要找个由头请梅道远回来。梅道远想回明德，恐怕也少个由头回来。这小子给两个人台阶，一举两得，厉害。既然知道根儿在柳青阳这儿了，我们还怕找不到办法吗？他梅道远能以推手为由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？赌不如输。留念点火，那我们就可以再给他吹吹风。封住火势，说不定烧到谁呢？柳青阳答应了。答应什么？学推手。跟我没关系，我说过了，我能做的我都做了，我已经把他找来了，之后的事情与我无关。我很清楚，但是今天你也听到了，梅先生指定让你教他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不会教他的。一凡，距离请出梅先生只差着最后一步，你为什么不能教？以后不许再跟我提这件事情。有两件事情，帮我处理一下。先生，嗯，您上新闻啦？是吗？我看看。刘念这招敲山震虎啊，我早就料到了。没想到时隔五年你再上新闻，是因为推手。我跟他们说过了，我是有条件的，必须要让柳青阳在一个月之内给我打完一套完整的推手。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一个心浮气躁的年轻人，别说一个月，就是一年，他在您手下也过不了三招。哎，那不一定。董叔啊，你还是对年轻人有成见呀。您是不是觉得这小子很有天赋？我觉得倒是有股韧劲儿，但是陈一凡是有天赋的。他，那就要看陈一凡愿不愿意好好的教他。先生，您是不是很想回去重操旧业啊？董叔，不谈这个，喝茶。来，好，喝茶，喝茶。董东 ，come here， 快点！你这春风得意的样子，有什么喜事啊？嗯，谢谢。你把五谷秀了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之前你帮我妈付的医药费，还清一笔是一笔。不拿，不拿我收回去了啊！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明德真给你钱啊？当然给我钱了，难道还逗我玩啊？哇嚯，
我以为之前就是拿你当小孩哄你玩耍你玩呢，没想到真给你实在的啊。张晓彤，你之前就从来没相信过我，对吗？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觉得我智商比你高那么一点。滚蛋，收了爷的钱，赶紧给爷沏杯咖啡先。不是大哥，你是老头吗？怎么还研究起这个太极推手了？现在又有笔钱可以让我赚，就是学会太极推手。我还想多赚点钱，帮我妈换间大点的房子。那哥们得劝你一句，这个食有多难吃，钱就有多难挣。你要有个思想准备，想清楚，嗯。咖啡，知道了。所有的报价都详细的列清楚，预算尽管写上，然后这些你再回去再找我核算。真的，一凡，找我有事？我想给你看个东西。看什么？看了不就知道了？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什么意思？帮我一个忙，教他推手好吗？我也不想让你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但是梅先生指定让你去教他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梅先生的身手你是知道的，他不逊色于任何顶尖的高手。只有这一个月的时间，柳青阳根本就不可能跟他过招。这样，学不学是他的事情，但是教不教就是你的事情了。你为什么就不能教他呢？我再也不想打推手了。是因为梅恒吧？一凡，那都是五年前的事情了。你到现在还忘不了他？我是想把他忘了，是你一直在逼我想起。我逼你想起？怎么是我逼你想起呢？我今天让你来只是让你教柳千阳推手，我并没有让你去想起梅恒啊。你强词夺理。陈一凡，不管你想的是谁，我也不管你怎么想，你必须教会柳千阳推手。就那个屋的那我妈，你有个朋友把阿姨接走了。我的朋友，
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不是能让任何陌生人进那个屋子，你忘了吗？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我妈要是出什么问题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你先别着急，我看那个人样子也不像坏人，他付清了所有的住院费和手术费，他说先把阿姨接回去，你会给手续签字，你这不是过来了吗？喂，姚建阳，你应该到医院了吧？我妈在你手里。别说的我好像是绑匪一样。我把地址发给你，你过来看看阿姨。对不起。洋洋来了，妈，你没事吧？好多了，住这儿条件这么好，恢复的也快。你看刘总百忙之中还来看我，快谢谢人家。阿姨太客气了，来吃个苹果。谢谢。你陪你母亲说会话吧，我先出去。阿姨，祝您早日康复。谢谢你。怎么这儿来了？啊？哎，不是你让我住这儿来的吗？哎，刘总都跟我说了，你们现在是生意上的合伙人，所以就住这儿了。啊，是我让的，是我让的。你看这孩子。你说住的这么贵的地方干什么呢？没事儿，贵怕什么呀？我是公司需要的人才，这是员工的福利。哎呦，这公司效益这么好啊！那你看看，行了吧？你好好歇着啊，我出有点事儿要过来看你啊。行，你忙吧。来，我说你这有毛病。不用谢，我直接。我妈的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是没有关系。你母亲的身体状况你自己最清楚，她需要一个好的地方来做治疗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她之前住的医院，你每天去探视不到一小时，你怎么来管？难道就靠你刚刚拿的80块钱一桶的蛋白粉？我是在帮你。不白帮吧？没错。那对不起，我不需要。那我就把你母亲送回去。你自己斟酌一下。再见。怎么就那么看不惯呢？等一下。说吧，你又想让我干什么？刚看的年纪，你会等我吗？让你乱说话，吃我一掌！我真的喜欢你。真的喜欢。美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找你啊。你回去吧。我还什么都没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不管刘宁给了你多少好处，但是对不起，我不能叫你退手。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。我不喜欢。不喜欢？不喜欢这是什么理由啊？这就是我的理由。别，不就是个推手吗？你那么吝啬干嘛？你刘青阳，我最后跟你说一遍，我绝对不会叫你推手的。
喂，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，不就是推手吗？只要能打赢梅老头，跟谁学不是学？我要的只是结果。你现在还有一个月，准确的说，你现在还有28天。我希望到时候能让梅先生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。加油啊！你来干什么？哎，跟你说话呢！哎，又闯进来了，老头，是不是给你完整的打完一套推手，我就算赢了？是，来吧。怎么，一凡教会你了？不需要别人教，我是天才。怕了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拳脚可无眼，万一把你给打出内伤来了，你别碰瓷儿啊！你们那天推手大赛看起来场面挺大的，都没好意思说。一帮老头在公园里玩的东西，自己欺骗自己。来吧，试试吧。哪儿啊？这儿啊？这太小了。花园，花园施展的开。来。恭敬不如从命。非要现在比吗？别废话，你那么大岁数不活动一下筋骨啊？来吧，开始了啊！我就哎，退手之前要先施礼。行了吗？来吧。等等，需要我把规则告诉你吗？不需要什么规则，倒地就算输，好吧？好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开始了。这，我就呀哈，我就。没伤着你吧？我就看你岁数大，我看不好意思发力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小伙子，你肯定是不懂推手，所以你也不知道从何发力。我劝你还是回去好好学一学，但是不能乱学。学不好容易学歪了，去找陈一凡吧，他会好好的教你。也许一个月之后，你可以在我这儿过上10招。但是我跟你讲清楚，如果你要不好好学的话，我就跟明德集团断绝关系。快开啊！轻点，快开，红啊！红啊！
废话。哼哼。忍着点啊，像个老爷们儿啊。啊啊！哎呀，叫唤什么呀？疼，不痛则不通。你看，马上就好啊，忍着点。哎，乖。你说你平时吆五喝六的，也就能欺负欺负我吧？这回是让人打惨了哈。你更惨。不过看到你现在这个惨样，让我想起一句话：闭嘴。吃得苦中苦，方得人上人。你别在那说风凉话了。我愁什么了？我时间不多了。陈一帆又不肯教我，我怎么办？我说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太愁了。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赚钱的方法呀，你为什么非得要学推手呢？所以我就特别瞧不起这些生意人，嘴里钱钱钱的，有些钱不能拿。嗯，说的对，有骨气，我特别认同你这个说法。哎，我说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呢？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？人。要学会变通嘛！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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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着点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奇奇怪怪的，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什么事儿。哎，想要知道，其实方法很简单。说，一般对于自己很想要知道的事情，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字儿。什么？问。以后这么废话你少说，是你让我说的。哎，我还真没有胡说八道。这嘴是用来干嘛呀？吃饭。你是猪吗？只会吃不会问的。你以为我没问过吗？刘念、陈一凡、梅老头，谁都问了，谁也不跟我说呀。这就对了呀，你问的都是那些当事人啊。你想想，如果有人来问你爸的公司是怎么倒闭的，你会说九七？我问谁去？笨，我教你。